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专门问了邵一晨，他说你现在还不能多走动，明天你要去董事会的话，还得带上定制的外固定支具。即便如此，站立的时间也不能超过一个小时。嗯，还是季总考虑的周到啊。 支具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明天一定要很小心。嗯，一切都听季总的安排。干嘛？想亲我？那得等你好了才能亲到我。嗯，谁说我亲不到？来，你过来。你过来，过来，走，自己走，走两步。嗯，自己走，可以啊，你还挺顺。我来喽。 公司还这么偷偷摸摸跟贼一样，这可真是一身难得一次的体验啊！一次就够了，不可以再有了。我去调设备，你把衣服脱了。 我现在是个病人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帮我呀！哼，韩总，你得自己多练习才能好得快。我自己不行，你帮我。那你求我呀！求求你了，季总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不扫描了。哈，好了好了。 扫描还是要做的，来，我帮你，来，伸手，你慢点儿，小心，你别乱动，轻点，什么？我够轻了呀。 是很担心，有你给我做的外固定支具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就算有支具保护，你也不能坐太久。把明天局面太焦灼了，会耽误太长时间，你身体会受不了。别想那么多，你现在需要养精蓄锐，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董事们，知道吗？
我已经做了所有紧急情况的预案，我不紧张了，你也要放松一点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谢谢。我才不要这种口头谢谢，等你平安撑过今天再谢谢我。那为了今天的董事会，能不能先给我个胜利之吻？很疼吧？那你先休息会儿，我去做饭。